我站那儿，你媳妇都哭成这样了，是个男的吗？眼瞅着马上就要结婚了，现在他可好，说分手就分手。你可别在那儿跟赵哥卖惨了，行不行？就你做那点破事，别让我给说出来是吗？我今天必须给我妈接回来。我做什么了我？我做什么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吗？这两天我妈说来咱家住几天，我给你2000块钱，让你带我妈去商场里买点好衣服。你呢，给她买地摊10几块钱的衣服。我妈回来就跟我说，儿啊，妈这辈子没穿过这么贵的衣服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听完心里那个难受啊，像针扎似的。我这个儿子做的不称职，你知道吗？我让你带我妈去商城里吃点好吃的东西，吃点村里没有的。我妈回来跟我描述说吃的日料，哎，我还挺高兴的。回头那么一说啊，那他妈不是关东煮吗？我那不是要给你省钱吗？你不带她吃好的行，不带她穿好的也行，但是你抠摸给人买火车票给人送回去什么意思？还是硬座绿皮32个小时。我告诉你啊，那是他自己要走的，可不是我给他撵走的。要不是你旁敲侧击说那些难听的话，他怎么可能走？房子是我妈买的，他爱怎么住就怎么住。我晚上跑一晚上网约车回家，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。就这样的你没资格。哪个女生能半夜起来给你做饭啊？那你凭什么花我一宿挣的钱？那天我妈说房子上必须要写上你的名字，我说行啊。结果呢，第二天你就给人家撵走了。想好了呗，这婚不结了呗？我只跟人结婚。所以我道哥，你看呢，你平常就这么跟我说话的。妈，你听错了，滚吧！算了吧，我明白，我不该太依赖，早一点都对自己坦白。